们今天的活动即将要开始了，非常欢迎大家来莅临今天的周冠南教授长期买进新书发表会。首先我们先欢迎今天的作者，顶尖财经学者周冠南教授。谢谢周教授和现场热情的粉丝。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有许多好朋友。那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天下文化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佩颖，也欢迎台湾大学洪茂卫讲座教授，以及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张传章董事长。阿尔发金融科技杨秀慧董事长，汉诺威在保险公司周瑜君总经理，以及台湾大学财经系何根宇教授，以及中央研究院蔡明宏副研究员，中山大学财管系翁培诗教授。教授今天全家都有来吗？好，以及台北大学企管系卢建林副教授。那我们今天现场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介绍所有的贵宾，再次谢谢大家。然后我们活动前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和贵所有现场来宾的合影。我们请后方的摄影机可以到前方。那如果手边有周教授书的读者，我们也可以先把书拿出来，我们先来进行全场的大合影。那开始前，我们先欢迎今天的主办单位天下文化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佩颖为我们进行致辞，掌声欢迎。周老师，还有洪老师、洪教授，还有证期会的张董事长、阿尔发的杨董事长，还有各位读者朋友们、各位教授长官，大家午安，大家好。刚来哈、哦，我刚看到那个仗那个的气势哦，真的就像一个巨星出场般哦。我在想说，我们不是出了一本这个非常严肃的书吗？其实这个我会讲严肃哦，是因为它原来的书名不是这个书名。啊，那老师后来呢，就是也想了一下，我们给他一个建议。原来书名也非常好哦，叫《自制力理财》。其实自制力理财是老师的这个招牌啊，他一直觉得应该是要这个，你读了书就知道，我就不讲了啊。等一下老师回来讲。那我是天下文化总编辑吴佩颖，那我在这里仅代表我们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君高教授，还有王立行王发行人来谢谢老师，还有谢谢三位待会来致辞的致辞贵宾。那因为他们刚好就是很久以前就有一个行程，就没有办法配合今天。那再一次谢谢各位读者的莅临。那我在这里哈、就是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哈、我们在编辑台上编老师的书哈、我有三个感想要跟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第一个就是哈，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真的很了不起，非常有效率。因为我刚才问及了在座的老师们说，是不是财经系所的老师都是这么样子的有纪律哦？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去年的8月8号跟老师见面，那就是问老师说，我们在媒体看到老师有0050的故事，哇，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知道哈、那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就应该要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呢，就跟老师谈。这本书大家如果翻到版权页看哦，7月31号就出了，不到一年哦。从开始的一个想法，当然我觉得写书一定是在老师的脑袋里已经放很久了。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哦，包括完成他写完编出来，老师亲笔把它写完，然后交给编辑，很快的。因为其实最近这10年在出版的市场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畅销书多半60%几乎都是理财书，投资理财书。那我们一直觉得投资理财书呢，需要一本因为各种方法都有了哈，各式各样，不管你是要透过股票、债券啊，甚至房地产什么。但我觉得老师在他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呢，他的思维，他对投资的思维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是老师的纪律，第二个就是老师的投资思维。
非常的不只是只是在空中而已哦，因为思维有时候常常想说，哎，那你跟我讲了半天，你没有告诉我买什么会赚嘛，对不对？那怎么做才比较好？老师不只是思维，他还有告诉你方法。这是老师第二个这个我们的观察，他这个书很了不起。那最后呢，是老师乐于分享，因为我们在跟老师提案出书的时候呢，刚刚那个杨董事长啊，阿尔法杨董事长问我说，你们是怎么说服他出书的？我相信很多出版社都跟他提案哦，那我们就是选的好不如选的巧，好像就是在老师这一年是 sabbatical 对不对？就是对，就是因为我其实刚开始哦，我跟主编那时候主编说，其实一般来说哈，现在股市这么热对不对？就是投资这么热，那如果不能够快一点出版这个书，再写个两三年的话，那我也不知道后面，但我如果卖不好，我也对不起老师。但我心里又想，老师这么会写书，应该是不至于。不过老师真的就是这一年刚好休假，就把它写完了，对，非常了不起。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去年看到老师的0050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他在媒体记者都有写出这个故事来。那如果你在看这本书哦，我觉得老师除了我刚讲那三点哦，有纪律哈，然后再来就是他投资思维，最后一个是乐于分享。我觉得老师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金句很多。金句哦，你如果翻那个书，你会发现我自己读哈，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很厉害。这个等一下要请三位致辞的贵宾还有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哈。他说哈。如果你是短线的话呢，是靠运气。这句话好像大家都听得懂啊。那长线要靠读书。可我觉得靠长线为什么要读书，竟然会让你长线获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哦？待会老师要讲。但是你讲到读书呢，因为我们是出版社嘛，高教授我特别讲，他有一个新读书主义哦，就是说你再忙哦，也要干嘛？也要读书嘛。好，那你住处再挤，因为现在大家房子比较小，但是还是要藏书。还是要藏书，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你收入再少也要怎么样，买书。对，那今天呢，我们外面的书非常多哈、哦。如果老，我们这边如果说跟老师说，老师外面还剩下100本，那实在是太丢脸了。今天有这么多政大，还有这么多老师的学生朋友们，收入再少也要买书，因为买书是最好的投资。老师书里面有讲嘛，长线就要靠读书。那至于为什么要靠读书，我们待会请致辞贵宾还有老师们来跟我们解释。那也特别谢谢老师今天的莅临，还有今天三位致辞贵宾。那也祝福大家哈，读完这本书之后都能够投资顺利，然后盆满钵满。谢谢，谢谢总编辑。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大学洪茂卫讲座教授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教授。谢谢主持人，这个周老师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午安。哦，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当这个周老师的，应该是说引言人还是来跑龙套哈、哦，串个场。哦不，我跟周老师认识当然是好久以前了，10-20年。然后认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财经学者，哦，这研究做得非常好。然后也私交也没什么私交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属于不同的团体啊，对。啊，后来就私交就多了，然后知道他对于这种理财知识的分享，我也是不知道，因为我以前也不太关心这个，然后不知道几年前。就是有一次看到一个记者，还是理财作家，我也不知道，在报章杂志，当然是我是看网络版的，好像姓李还是什么东西的，不是什么东西，什么人、啊？对不起，啊，好像还有一个雪，还有一个慧啊，可是我网络看一下，这三个名字凑起来好像也没这个人，所以可能记错了。哦，就谈到他理财的知识，那个网络作者的讲法就是说，他讲了很多道理，然后后面总是要说周冠南老师怎么说，我说哦，这不得了，对不对？哦，这个自己讲了一些东西，还要靠周老师的话来佐证，哇、哦，这个相当不错，啊，也不止一次，然后过一阵子，渐渐就看到蛮多作家常常说，都后面总是要加一个周老师说。好像周老师说的比较算话哈、啊，所以我就渐渐注意到啊。
然后因为我开个场嘛哈，所以我就是尽量不要讲到今天新书的内容啊，因为讲到新书的内容，那可能破坏大家读书的乐趣。然后等一下那个周冠南老师他有二十分钟分享他新书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边尽量讲的话，尽量不要 touch 到他的内容啊。那周老师他这一本书啊，我是认为他是我把它定义大概叫做投普吧，好，投资普及化的一本书啊，因为我们科学都有科普嘛，好，科普作者，然后真正财经学者也我也不据我了解很少人写这个投普的书了哈，一般写投资的书大概都是不是真正的不能说真正不是财经学者啦，在大学教书的教书匠写的很少啊，很少，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大部分的财务老师都大概是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倾向，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简单。所以这个一个研究做得这么好的学者，能够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一个科普的书啊，不是科普，但叫他投普啊，就是把投资学的概念推广到普及大众去啊，这个是普及化，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件事，这我第一件事情要说的。然后你只要看他的书，其实他里面贯穿了很多财务，尤其是投资学的内容啊，一开始讲什么复利啊，大家这边大部分在场都是，就像副社长讲，都有读过书嘛哈，都有听过复利啊，然后 asset allocation 啊，资产配置啊等等，对不对？然后知道这个择时是不容易 ，market timing 不容易，然后选股也是相当不容易，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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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所以都把它贯穿了，尤其他又花了相当时间说这个行为偏误如何影响投资，对不对？花了一大个 sector 哈，一篇写这个，然后说哎，有这种行为偏误，你要如何自治，然后把这些偏误尽量把它消失掉。哦，这个是，然后当然是他说还有三分钟，那三分钟应该还蛮长的。OK 哦，所以他是把基本上从这个学术研究，包括周老师本身的研究所发现的所有非常严谨的投资理论，都把它贯穿在这一本书。哦，所以这个是推及这个投资学的普及化到一般大众，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哦，这个是第二点，我肯定他。哦，然后他想长期购买，然后他是0050这个大师嘛，哦，所以我就是后面用两段话，也是很短啊，哦，来帮他稍微，因为我当 sidekick 嘛，总是要 push 一下。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啊，哦，他基本上选股 market timing 基本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消化很多的资讯，这不见得会成功啊，哦。然后真正靠投资为生的人，也许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人哦。你想想寿险公司，对不对？一个大寿险公司里面有多少人？数万的雄兵啊，对不对？管理的资产，富邦国泰可能六七兆啊，里面投资部大概有多少人？大家猜猜看，会很多，顶多一两百个，一两百个里面从事股票买卖专业的人，我所谓专业就是他的收入，他的 bonus 是靠买卖股票为生的，对不对？这应该是很专业。大概有多少人？不出一百个，对不对？啊，银行呢？我银行也聘很大，大银行也是聘了员工人数可能接近万或超过万，对不对？那银行的投资的部位更少，可能数百亿，多者千亿出头，对不对？他能聘几个投资人？不多，对不对？券商 suppose 证券公司应该是很多很多人，哦，聘的大券商可能两三千人，那里面靠做投资的最多一二十个人，二三十个人也不多。所以大家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听到很多人很有兴趣在讲股票买卖什么东西，事实上真正专业靠这个为生的人不多，
哦，但内线交易例外了，好啊，可那是违法的，好不好？可是你认为的内线交易，搞不好不是内线交易，或者是已经后面好几手了。好，然后因为我要点时间，我讲最后一点重点来 push 那这一本书，大家要知道巴菲特嘛，对不对？非常专业，对不对？应该是全世界算是第一名的投资专家，对不对？对不对？他的阿姨，他的姨妈，有一笔100万的美金，对不对？然后问巴菲特，我应该买什么东西？我想大家要知道这个故事，买什么 ？SPY 500，对不对？对不对？像 SPY 啊，或 VOO 等等，对不对？追踪美国的股数，所以0050，周冠南导师大力推荐的是正确的决定啊！当然，除了0050，还有一支是一样追踪这个台湾市场股票的，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嘛，哈！大家都有读过书，好，谢谢大家，谢谢周教授，谢谢洪教授，请先回座。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证券暨期货市场发展基金会张传章董事长为我们分享，掌声欢迎。啊，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哈哈，啊，我都不是叫他做教授 ，Robin 啊，因为我们都是啊很熟嘛，哈，啊，我们洪教授啊，那杨董事长，还有啊吴啊副社长，还有我们很多学界的先进啊，当然我不知道这些是故意安排的调咖，还是啊真正的这个读者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啊，哈哈哈哈，哦 ，OK， 那我相信你们啊。好啊，刚才洪董蒋周教授讲了蛮多的了哈，他说他不属于他同一卦的，那我只能说我跟他算半卦相同哈啊，因为前半卦哈，因为我想那个周冠南教授是跟我在中央大学的同事啊，那他跟我配合的职务蛮多的啊，好像我走过的职务他都会接，哈哈哈哈啊。这个我当管理学院院长，他是当系主任啊。那我要讲啊，就是要了解一本书，就要了解这个人呢啊。我啊怎样啊？刚才那个洪教授已经讲了啊。我想那个啊周教授啊，他不但研究做得非常好啊，那大家如果是他的学生都知道了哈，他品酒的功力啊更是一流啊。那所以我刚才已经跟那个副社长讲了啊。哎，再看打听一下他下一次什么时候休假啊？要写一本啊，这个品红酒享受人生啊。那我们话说回来了哈，其实当时候那个Robin 啊，这个跟我啊，那也给我说要帮他这个写一下序啊。那我这个人很懒了哈，你看我的序都很短哈 啊，因为这一个好的序哈。只要事实上用一句话就可以了。其实我那个只有真的一句话，是我内心的话。我说这本书啊，就看似啊，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啊，看起来平淡无奇啊，但是要环护工序啊，去啊这个烹煮了一个精品咖啡啊，值得大家去啊细细品尝。那我要讲了啊，第二个特点，他这一刚才我们王老大已经讲了啊，这一本他把它称为叫《头谱》。哎，很好了，头谱啊。那我觉得他这一本书啊，你啊，因为我真的有翻啊，不好意思，没有从头到尾看得很详细啊，因为我自己也很忙。但是我想他的核心啊，可能啊，其他的部分应该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教科书都有阐述过啊。但是啊，我觉得第三部分啊，他刚才那个洪教授也讲的啊，他提的啊，非常有系统的。把我们的这个行为财务的常见的十大投资行为偏误啊，跟啊这个很有系统的这个汇整出来，那他也告诉你这十大的投资啊这个行为偏误，可能就会造成你啊投资者成为啊投资市场的 loser 啊。那我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他是很负责任的人啊，不能只有讲问题嘛，对不对？要讲啊怎么解决，所以第四部分。啊，他还花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啊这个九大啊，就是这边讲的啊，就是自制力的一个投资法则
你用九大自治力的投资法则去克服我们常见的这些这一个我们投资行为的一个偏误啊。我在我们 EMBA 的课不是我就我们中行 EMBA， 我常这个我上财务管理啊，那就随便都问一下啊，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我想大家手中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你这些投资组合，你有买了很多张股票啊，如果你哪一天急需用钱啊，那这个你会卖你这个 portfolio 里面赚钱的股票还是赔钱的股票？真的很多人都会去卖这个赚钱的股票啊，这个叫我们行为财务的那个处置效果就是你会什么这一个卖 winner to soon 然后 hold 这个 loser 太久最后你就是什么资本市场的 loser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它里面也会提这个行为偏误的这个概念那我想这一个一本好的书最重要的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要有很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但是却可以深入浅出，让你读出这个在读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在读一本故事书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现在在基金会工作也是在提倡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国人的这个理财素养那我在这里这个强力推荐这个所有的市场投资人应该好好阅读这一本书那从这一本书里面你如果能够好好去阅读，然后甚至于把它这一个落实在你的这个什么你的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那相信你一定成为资本市场的常胜军。那最后我要这个祝这个听说已经很大卖了但我还是要祝福这本书这个能够卖得很好。那我对 Robin 了解甚深他卖书卖得好不会祝他发财这个对他来讲 minor 那这个我要祝他的就是刚才我们洪教授讲到的他的 social impact。我们现在很多只是谈公司的CSR 其实个人也很重要那如果能够透过这一本书去发挥它在我们资本市场的影响力，那我相信这本书就是非常成功。那我也是非常乐观的看待这本书一定非常成功那这个最后就祝这个大家这一个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一场周教授的新书发表会那大家也能够从等一下他的分享里面得到更深入的一个启发。那谢谢大家。谢谢张董事长，请先回座。那也跟大家分享我们周老师的书，其实在博客来投资理财类它就是在第一名的位置，然后我们呢也希望透过大家的分享让它持续坐稳第一名的位置。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邀请阿尔发金融科技杨秀慧董事长上台分享，掌声欢迎杨董事长。一样问候一下周教授，还有这个我们台大很令人尊敬的也是教授对吗？洪教授，还有我们的陈董事长，还有这个吴总编辑，还有现场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开心参与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个人在金融业已经工作超过30年，那其中有26年我在外商银行工作，做的都是财富管理这个领域。那有一次有一个客户就跟我说，他说哎，杨副总你知道吗，我在5家银行有投资，只有1家银行有赚钱。我说哪一家？他说永丰银行。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买了之后呢，这个李专就离职，然后我也忘了我有一笔钱在银行，然后我就赚钱了。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这竟然是他赚钱的原因。那2020的时候，我就真的离开我的舒适圈，在银行申请退休，创立了阿尔发机器人理财。那原因是因为，当然2017年在台湾真的开始。愿意支持金融科技，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全世界有超过2亿人，而且资产规模超过2.5兆放在机器人理财里面呢？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
不是真的那么喜欢投资才每天在看股票投资的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能达成我们自己的投资目标，所以我们认真设定我们要去投资，我们想赚钱，我们想财富自由，所以这是颠覆了一般台湾传统金融机构的模式，不再是卖商品的模式，而是设立了一个人生的投资目标，然后尽力的去达成。其实这就是机器人才真正的精神。那这样的被动投资的理念呢，跟周教授的这个所有书里面写的内容都完全非常的契合。那其实投资的方法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执行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我们有情绪，我们有自私自利，我们会看盘，我们会选股，但是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投资真正应该有的方法。好，所以这才会导致为什么刚刚这个董事长讲的，可能你可能会亏钱，你可能会卖掉你这个赚钱的股票，然后持有了你亏钱的股票，其实这都是一些投资的方法。这也是周教授在书里面说的，在投资里面不应该有的能力是择时选点的能力，而是什么呢？是留在市场的耐力。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场来 survey 一下好不好？已经读过周教授这本书的可以举个手。哇，非常多人耶。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周教授这一些都是你的不折不扣的超级粉丝哈。那你已经打算要买而且要来看这本书的可不可以举个手？哦，周教授看一下，这个也很多，这些代表呢，这个绝对是非常挺你的好朋友。那这本书呢，其实证明了周教授不但人缘好、专业好，而且他的文笔更好。那在这个书的编排里面哈，我可以看到他非常流畅的部分，所以各位相信我，如果你一旦看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你一次就想把它看完，你不想分段，因为你实在是爱不释手。那就算十年后你再拿这本书回来看，你都会觉得这个理论还是适用的，所以它的确是一本很好的好书。那在周教授的书里，我自己归纳出三个步，其中一个步就是呢，不要择时选点。哦，这也是我在银行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哎，请问现在买还是明天买还是后天再买？每天都有人问我。那第二个就是不要这个追逐市场，因为追逐市场就容易看盘。那第三个就是不要短进短出。那这个短进短出，我想说一个我女儿的故事。因为我40岁结婚，生了第一个女儿 Anna， 45岁的时候生了第二个 Chloe， 所以我很晚才生这两个小孩。那在2020阿尔法机器人理财开始对外开放的时候，我帮他们每一个人这两个小孩呢，每个月用10000块机器人理财的方式投资定期定额。那我算过了，设定的目标是退休目标，在他退休那一天，本金投入总共576万，在他退休那一天60岁，这笔钱用蒙地卡罗我们真正演算，看到一般的状况，他的资产累积会到3800万左右。他90岁的时候呢，代表他很长寿，从60岁到90岁，这30年他可以每个月领10万块的退休金出来使用。那这样的话可以领出3600万。所以想想我身为一个那么晚婚、那么晚生小孩的妈妈，我最想送他的礼物就是，应该是我现在要给他576万吗？不用。我现在需要给他3800万吗？不用。我现在需要给他1亿2300万吗？不用。我只要给他一个安全、简单、纪律的平台，他这辈子就会财富自由。这也是我身为妈妈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所以我非常认同周教授的这本书，是因为这样。那人家都说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会是一个专家。那也有很多人讲观念买通做人的这个怎么样呢？观念哪会通赚钱几万公，观念哪会通做两的两公。所以我就想，哎，如果大家都看了周教授这本书，我相信各位会理解投资的方法真的很简单。我们一起跟他一样，就是呢，心中无股价，手中有股票，对吗？然后要一直躺在这个被动投资的路上，好好的耍废，对不对？这是周教授讲的。那所以谢谢周教授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写这么好的书。我也希望各位听到我讲了，长期投资会让各位真的财富自由。如果你现在20岁，你还有40年；如果你现在30岁，
你还有30年，如果你现在40岁，你还有20年，就算你现在跟我一样50几岁，你都还有10年，这都是一种长期投资。从现在开始，你只要愿意启动这个投资计划，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是很成功，而且过财富自由的人生。谢谢大家。谢谢董事长，我们请先留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贵宾的合影。我们要请刚刚有致辞的贵宾，洪教授，然后张董事长、佩莹总编辑，还有周教授，我们再次上台，我们先来进行一个致辞贵宾的大合影。那我们也请每位贵宾手上，我们先拿着老师的这本著作。谢谢，那我们请贵宾先入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行今天的主角周冠南教授的分享。那我们在分享前呢，我们也先呼吁后方的读者，因为人数真的还蛮多的，那我们可以先，因为老师要上课了，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引导您，就是看是不是就近舒适的位置我们可以来入座，这样子可以更专心听老师的分享。那容我先就是帮老师是投资顶尖的财经学者，那我们这边就是要帮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老师的厉害背景，因为老师在行为财务学、市场微结构以及公司财务的领域都有卓越的学术成就，是台湾顶尖的财经学者。然后呢，这本新书《长期买进》是老师的第一本非学术的著作，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接下来要专心听老师上课，掌声欢迎老师。谢谢大家。洪老师、张老师哈，还有吴总编辑啊，谢谢大家今天还有在场所有的贵宾哈，杨董事长一定瓦威啊哈啊，谢谢贵宾啊，所有在场的贵宾来参加今天的分享会啊，实在很开心。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论文以外的东西哈。因为我们学者呢，从回国第一天，你看张老师对，张老师，我到了中央第一天就说，你的工作就是给我写 paper， 啊，然后还给我减寿，啊，那让我呢更多时间去写，其实真的很感谢了啊。那这本书是我过去大概20几年研究行为财务学，算是一个心得的汇总。那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哈，那所以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比较大的方向来跟大家说明我整个就是思维是什么。那薛瑞，你要不要坐下好了，好吧？对，大家不要客气，来前面第一排坐也可以，好吧？好，就跟上课一样，今天的很多都是熟面孔，也非常谢谢政大提供这个平台。好，当然我生涯一开始是从原志开始待了一年，其实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因为张团张老师一直挖我，我只好去中央了，不要开玩笑。那中央其实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环境哈，让我在研究上面初期会有一些打基础的工作。那最后现在我在政大呢，各位看到今天在场很多是政大 EMBA 学长姐来支持哈，实在非常感谢大家。那我先，好，谢谢。好，那我就开始进入分享哈。其实刚刚很多我们支持的贵宾都讲到一个观念哈，长期投资它确实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它的问题在于长期这两个字。对不对？因为在遥远的未来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也没有办法去感觉的。所以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都是想要现在得到立即的消费的满足，所以对长期这种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你就不愿意储蓄，好，不愿意持之以恒。那我们就引用巴菲特的名言哈，大家都知道巴菲特嘛。那曾经有问我说，他的姓巴菲特是不是吃到饱？好，是自助餐吃到饱，确实差一个字而已，所以这个 last name 取得很好哈。他讲说哈，人生就像滚雪球一样，那就投资而论来讲，影响雪球大小也就是投资成果因素，主要就是你有多少时间，然后你有没有持续投入。那刚刚杨董事长有讲说，你50岁还有十几年可以投资哈，我更正一下，台湾人的余命现在大概是80岁左右，平均了哈，78接近80。那女生比较长命一点，男生稍微短一点。那我请问大家，等到你80岁的时候，你会只活到80吗？
不会，因为我们人的余命会越来越长，这就是那个人寿学里面讲的长寿风险嘛。那为什么长寿是一个风险？因为你最怕的是不是你死掉的时候，对不起，你还活着时候，然后钱怎么样用完了，对不对？啊，死掉的时候钱很多，那还 OK 嘛，哈，对。但是呢，怕的是说你活太久，那个时候钱没有了，你怎么办？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我觉得我有在做好事了，哈。我能干嘛外加巴黎啊，哈。所以呢，我现在才50几，我大概还有70年可以投资，为什么不行？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时间永远站在各位这边了，哈。那另外呢，我回到第一点呢，我还来这个东西，专注本业才是正道，哈。因为股市每天涨涨跌跌，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刺激，所以贪婪，我大概会讲，贪婪是本性，每个人都想要孤注一掷之后赚大钱，然后就退休，对不对？然后开始梦想怎么样辞职的时候要给老板难看，但是呢，这件事情是没有几个人做得到的，好，短期投资要成功几率很低，但是因为人都是贪，所以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数字上上下下，我好像可以赌一把。然后各位，我们先到后面好了。这个是我前两天才找到的资料。各位知道当冲占台湾交易量的20%多？如果你不知道，今天各位看到左边是不是30几40，右边也是30几40，是卖出跟买进大概都占30%-40%。请问一下，当冲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当日冲销，当天买当天卖，或者当天卖再回补？那所以呢，市场上面的成交量有30%-40%是当冲。请问一下，股市开盘是什么时候？9点到1点半。请问一下，是不是都是上班时间？所以有很多人不上班在干嘛？在当冲，对不对？确实是这样。所以请问一下，这一群人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没有办法，因为每天看着股票心情上上下下，然后心情不好，赚钱心情很好想着要辞职，对不对？然后赔钱心情不好，工作做不下去。那请问一下，你的长期本业有没有累积？没有。哦，像我的本业是教授，那我常常讲，我们市面上很多做交易的那些交易专业交易者都是我们的学生。那既然他是我教的，他赚了比散户更多的钱，那他是我学生，为什么不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本业不是交易，交易是比你想象更专业的一个技能，而不是你随便看一下就能够做得成的。所以呢，这边我回到跟大家讲，专注本业才是正道，因为你长期才会有积累。各位看到我们在座的两位大教授，他们的学术成就很高，绝对不是说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干天下就会掉下来。好，本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我强调的。那既然是投资的书，我叫你专注本业，那我们是可以下课了。对，好，那没有什么好讲啦。对啊，叫我专注本业，投资不要管它，真的投资你就长期，然后不要管它，就会有好结果。好，好，这个好，我给各位两个数字，好，都是最新的。台湾的 GDP， 请问一下，过去10几20年有没有成长？有，但是劳工是不是一直被抱怨说薪水很低？那请大家看一下，从2012年到2022年，受雇员工的报酬占 GDP 的比例不是上升，反而是怎么样下降的。所以我请问大家，经济成长的果实都被谁拿走了？都被老板、被企业家拿走了。然后呢，你不想着让自己成为股市的资本家，你还每天当冲，然后让他赚手续费，让政府抽税费，所以你只会越来越瘦，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间接的隐含到，各位看一下，主计长朱泽民他自己就说了，这个代表的是财富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然后他说什么？政府责任大。讲完之后呢，没事。所以责任在谁身上？各位，在你自己身上。你要认清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你可以自己可以帮自己。好，再一个数字类似的，这个是最新的，今年4月才出来。过了20年之后吧，终于主计处又公布这个讯息，家庭财富分配前20%是平均，前20%的平均，它是比较 skew 的，就比较右偏的，但是各位看到是多少钱？5000多万。后20%只有多少？各位，77万。这个贫富差距，我记得20年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媒体说20年前大概差距是10几倍，现在是几倍？66.9。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
因为后面那20%的人，他不晓得有一个东西叫做长期投资或长期买进，对不对？反而每天当冲，越冲越穷。好，老板会不会当冲自己的股票？不会吧？郭台铭先生会不会当冲鸿海？我相信不会。然后当冲鸿海的人都是不了解鸿海的人，对，或者稍微读一下鸿海财报就觉得他自己是股神。好，好，这个我相信两位老师都很熟了。好，刘玉珍老师跟李一中老师，跟两个国际的行为财务学大师八本跟我定了，各位，他用的就是台湾的资料，不是国外的资料。2009年在 RFS 他们发表，散户台湾散户因为过度交易，每年损失的总共是1870亿新台币。那这个呢，大概是乐透彩收益的大概4到5倍，我书里面有写。所以乐透彩其实不是让你赌博赌输最多的，台湾人赌博赌输最多的在哪里？股市。好，各位看一下，如果你不晓得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涵呢，它大概是年报酬率会减损 3.8， 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每一年放着不动，被动式投资大概 9%， 那你动来动去的话平均会少 3.8， 所以只剩多少？ 5.2， 对不对？那谁赚走了？很简单，我刚刚讲过了，手续费跟税费嘛。好，然后呢，这个相当于台湾 GDP 的 2.2。那我常常开玩笑讲了，因为我大概我跟李一中老师跟刘一珍老师都很熟了啊。他们因为从证交所拿到这个，他要算的话，他要知道每个人交易的历史嘛。那因为这个数据算出来之后，其实蛮尴尬的，所以台湾证交所以后就再也不给学者详细的资料了啊。但是各位知道，因为他们就讲什么个资保护法，就是不给你啊，但是就是给他拍垮了。我的解读是这样。那请问一下，如果我拿最新的资料重做，会不会结果不一样？不会，结果还是一样的，你相信我。好，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贪婪恐惧，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讲行为财务学很多，我们要讲到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是一个历史学家讲，把人类历史化为60分钟，农业只出现在最后2分钟，就是3%的时间，前面58分钟都在采集跟狩猎。那这个跟贪婪和恐惧有什么关系？各位，你在野外求生的时候，有一餐没一餐，看到一棵果树可以吃，长满了果子，你会怎么做？尽量吃，吃撑嘛，因为你不知道下一餐在哪，你会说哦，不行，我现在在168。各位，168是什么时代的产物？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狩猎根本就是有一餐吃一餐，赶快吃饱，吃撑为止，对不对？所以肥胖才是正常的，跟我一样才是正常的。太瘦都是不正常的。所以那这个对财务决策有什么隐含的意义？就是贪嘛，每个人都想要越多越好，但是你不知道越多越好后面是应该要承担高风险才会有高报酬，是财务基本理论。但是回到我刚刚最喜欢刁的当冲，各位想想看，当冲这群人他是不是隔夜不留仓位？所以他连隔夜的风险都不想承担，但是他希望能够怎么样赚钱？所以他不想承担风险，但是想要赚钱，这不是认知失调是什么？对不对？好，所以呢，各位知道哈，乐透彩，这我刚刚讲的，人在本能上就是追求高价值，报酬低。那彩券是不是会让你损失钱？各位知道哈，我们讲风险趋避，就是有风险跟没风险的投资，你应该选择没有风险。如果价值是一样的话，那你买乐透彩平均损失是多少？其实我书里面写75是保守的，75是法规规定75%。那个 payout 不能超过75%，就奖金不能超过75%。但是因为台彩它还有一些裁量权，所以其实真正的奖金的付出的金额是100块里面只付出了55块，所以45块是它的管销费用。那因为叫公益彩，是不是有公益费用？这些通通扣掉之后，你等于是拿确定的100块换不确定的什么55块。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有个投彩很大，你中的时候就开始要怎么享受，要怎么递尺寸了，那又来了，对不对？哈，那请问一下，股市是不是跟彩券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如果你抓得到标股的话，所以很多人呢会把它当作赌场。待会以后证据哈，恐惧，因为在野外求生要随时警惕周遭的危险哈，所以如果你在丛林里面看到一个黄黑相间的影子闪过去，你直觉反应是不是一只老虎？所以你要赶快跑。那我问你，跑了之后没有老虎，是不是成本很低？但是如果真的有老虎跑掉，是不是你才能够存活下来？这是恐惧。所以人是喜欢预测讯号的，所以尤其大的声音或者一些迹象让你觉得恐惧的时候，你就会先跑。
那如果你的祖先没有跑，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恐惧是深植于人心，它演化里面一定会存在的。那请问一下，放到股市里面，什么是恐惧的讯号？大跌，那天跌了1800点，对不对？8%多，我的脸书一片哀嚎。还有问我能不能进场，我说你想清楚，现在其实是相对高点。他说为什么跌了1800还是相对的高点？各位，今年年初才17000多点，所以其实跌1800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跟你讲，我那天超开心的，冲进去帮四大基金一起护盘，但是呢，护不了几张啊。但是呢，各位想想看。那一天其实过了5-6个工作天，是不是全部又涨回来了？那一天如果你有买的话，是不是又赚到了？好，但是要克服恐惧是怎么样？克服恐惧是困难的。好，这个就是危险的讯号。然后你跑掉之后，你就再也不会回来。周行义老师，我们前政大校长，他有个调查很可爱，他说台湾股市有60%的投资人表示来生不愿意再投资股票市场。这60%的人呢，就是在市场受过伤的人哈。好，这个刚刚讲过了，我就不再特别讲哈。好，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学术文章。我在书里面哈，刚刚两位老师都有讲哦，其实学者压力很大哈。那其实我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写这本书，可是我8月1号休假当天，就这么巧有2家出版社同时写 email 给我，问我要不要出书。那我想了一下，我跟我老婆讨论，我老婆这个好像有什么天意哈，叫你知道你休假第一天就来邀请，你还是写一下好了哈。我觉得这样，她觉得这样我可以活到120岁哈，所以呢，后来呢我就接受哈天下文化邀请，因为我来跟那个总编辑谈了之后，我觉得啊确实我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能够对多一点帮助是一件好事了哈。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要讲说，其实这本书我觉得跟其他书很不一样的地方，跟一般投资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我都有根据的，我都有文献的，我都或者我自己计算，因为这个就是学者个性。如果你是随便预测的人，市面上很多预测书讲的故事头头是道，但是是不是都是主观的想法？好，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里面每个东西我都有证据在里面，所以我可以很肯定的讲，这个应该就是事实之一了哈。请大家看一下，在台湾，当公益彩的头彩累积超过5亿新台币，以散户交易为主的股票，交易量会下跌多少？5到9，请问这个证据的意思是什么？当乐透彩很大，请问你什么时候买乐透彩？平常不会买，是不是头彩很大你就会去买？然后还有心情好的时候，过年过节是不是会跑去买？那你买了之后，是不是你钱就变少了，所以你的股票交易就怎么样，变少了？所以这个文章间接证明了，其实股市在台湾是什么的替代品？赌博的替代品。这其实是错的，我一直在强调，股市是让你成为资本家的便捷场域，因为你没有开公司，对不对？你也没有富二代的家产，你唯一有的就是你的本业收入，本业收入才是根本。我刚刚强调，收入之后有多余的钱，不要做短线，要做长期投资，让你成为股市的资本家，复利的效果是很可怕的，我待会会再跟各位补充哈。好，那这就是我已经跟大家讲的哈，你要让自己成为股市资本家，专注本业，把钱投入股市，像 ETF 的话呢，是让其他资本家跟劳工24小时帮你工作，对不对？请问一下，你工作时间一天最多大概是多少？8小时嘛，再多也不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钱放在股市，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在帮你工作？尤其是市场指数。那各位知道哈，全世界的富豪排行榜，你如果去查的话，前10名，不要讲前10名好了，前30名、40名、50名都一样，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劳工？没有，绝对跟你保证没有。富豪排行榜里面全部都是什么？都是资本家。可是资本家革命革了半天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共产主义出现到社会主义到现在，是不是还是资本主义 dominant？ 所以你没有办法打败他们，就只好怎么样，加入他们。股市就是让你成为，再强调一遍，成为资本家最重要的管道，不是让你去赌博的。好，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我常放在，其实这一本书除了自制力投资之外，其实还有想过一个书名叫买买买不要卖。好，大家都知道我的口头禅嘛哈，但是那个实在是熊够怂够无赖的哈，所以想说算了，是学者还是不要好了哈。但是呢，各位想想看，买买买了是买市场指数型 ETF， 我不是叫你买个股。
个股是很脆弱的。我常常在课堂上很多地方演讲，我都说100家公司成立到倒掉一半，就是我们物理学讲的半衰期，中间只经过10.5年，所以10.5年有一半的公司会倒闭。那我请问你要避开会倒闭的公司，几率是不是就一半？对不对？而且你要买到不倒闭的也是一半嘛。那请问买到标股的几率是不是跟大海捞针一样？所以市场上的报酬，平均报酬是由少数的公司的高速成长所决定的，大部分公司表现是不好的。有一篇学术文章，我书里面还没有写，他把美国的 Treasury Bill， 就是美国的国库券，跟个股的报酬率做比较，结果发觉80-90%的个股的报酬率不如 Treasury Bill， 不如国库券。你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股市长期报酬是好的，那为什么70-80%的股票比国库券报酬率低？原因就是因为真正爆发性的报酬率不是来自于大多数的股票，是来自于什么？少数的股票。就我讲的大海捞针。那请问你大海捞针很困难，那怎么办？我们 EMBA 同学应该都知道，就把海买下来就好，对不对？所以呢，指数型 ETF 呢，就是我讲的海，对不对？好，所以对个人来投资讲，好，投资应该是被动的，那股市看看就好，短期的涨跌都跟你无关，那分散风险是最有效率的，时间是投资最好的朋友。最后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复利效果。如果去看书里面，其实这个你翻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有讲年金成长，年金对不对？那报酬率你仔细看那表都很夸张，都很大。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表，因为财务真的是很专门，然后那你我跟常跟一般人讲，就叫72法则，很多人听过，72除以年报酬率，年报酬率大概是9%，所以72除以9等于8，就是你的资产每8年会翻一倍。所以如果你现在投入100万的话，市场平均报酬，我跟你讲，30年40年一定会实现的哈。年报酬率9%，8年翻一倍，请问一下，40年投资40年是不是翻倍5次？2的5次方是32，所以100万会变成3200万。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还蛮有希望的？对，但是单笔，如果你定期定额的话，可能报酬率会比这个低一点。但是重点呢，还是长期投入是最好的。好，好，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哈。这是 Warren Buffett 讲的，这是我很喜欢的话。他说，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也没有用，短线交易当冲就是我认为错误的道路。好，所以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正确的投资方法是躺在指数的道路上耍废，这个很多人也都听过了。谁讲呢？罗宾点周，好，就是我，但这个人就是我，好 ，OK， 好。那因为时间有限哈，我应该就先分享到这边，那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谢谢大家。谢谢周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有20分钟的提问时间，我们现场有没有人就是对老师想要有提问的？那麻烦我们可以举手，来，这边有一位。好，谢谢老师，我是老师的学生廖志坚。那想请教老师，像现在是 AI 的时代，所以会不会未来的话变成机械理财会取代 ETF 这方面的？因为我们现在有阿尔法理财也很喜欢呢、啊，还那 ETF 的话，像指数型 ETF 我们也很喜欢。那想请问一下，这两方面的差异还有取舍，未来会不会有 AI 时代有不一样？谢谢。我之前是我很好的学生，他是我们政大财管系的，那现在是保险经纪人，他是帮我们家建立那个保险防护的网子，他非常认真哈，所以大力推荐，大家可以发名片给大家。他是很棒的富邦的那个保险经纪人。那我跟大家讲哈。我觉得机器人理财跟 ETF 是不冲突的，好、哦，为什么这样讲？我叫你买买买，不要卖，把手脚绑起来，定期进额投入，这是困难的。那很多我在座很多来宾应该都会买高股息，对不对？买高股息是抓住台湾人喜欢配息的弱点，但是在台湾配息是要缴税的，然后还有健保补充费，然后金融业是靠什么赚钱的？各位？靠手续费，所以只要有现金流动，是不是就有手续费？所以金融业很喜欢发，因为它有钱可以赚，钱一动我就有钱可以赚。那我常跟人家讲，你不要买那个把手脚绑起来，你不听没关系，我也是证券业内部人，我也是赚得很开心，对不对？但是我要回到一个重点，自制力不存在，所以你要靠机器人。你虽然知道 ETF 是个好东西，可是你买了之后可能还是撑不下去，或者你买错的 ETF， 像说高股息。在座我们政大 EMBA 学姐很多，对不对？好，我听过一个讲法，老师，我那个投资要定期有收益，我才有赚到的感觉。
那我说好了，赚到了你没有用怎么办？你会不会再投回去？他说有些人说会投回去的话，是不是缴税又缴手续费又投回去？请问一下，资产有没有增长？没有，还减损。然后呢，如果你钱拿到觉得有赚到的感觉，手头比较松了，就去买东西，那是不是更不好？去消费就更不好。所以很多学姐会跟我讲，老师，我买这个包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我跟你讲，没有，你的钱就是不见了，你的钱就是不见了。那回到我刚刚讲，人充满了各种自制力上面的缺陷，所以为什么要有机器人？机器人是进一步在帮你把你的手脚怎么样绑起来，因为你设定好之后你要动就不是那么容易。我跟你讲，人就是有惰性，所以设定之后你不好动，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我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东西是房地产投资，你很少听到人家因为投资股市致富，但是很听到很多人投资房地产致富。原因很简单，因为房地产流动性很差，所以造成你有自制力而且不断的投入，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剩一间房子，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当冲房子？你可不可以说我100张股票10张拿出来卖？可以啊，为什么不行？零股我也可以买啊。那我有一间房子，我卖厕所给你好不好？请问谁要买？所以其实房子的好处正好是在于它的坏处是流动性不佳，好处也是什么？流动性不佳。所以自制力很重要。我觉得机器人搭配任何被动式商品有加分的效果，因为它可以更进一步的让你理解说你有偏误，你应该怎么控制自己，让机器来帮你做。对，好，好，那还有读者后方的读者，不好意思，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老师意见，就是老师那个240页啊，就讲到说，我翻译一下，翻译什么书？那个关于240页书的里面，好 ，OK， 然后里面关于说所谓的相关性的部分啦，是有讲到说 VT 跟 VTI 跟 SPY 的相关性。是78跟75，对。那我想问一下老师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说你，因为老师一直都强调说，你只要投在美国部位跟台湾部位就好了。嗯。但是关于 VT 的部分，它是美国以外也在里面。对。但是它的相关性是78跟75。对。那我想问老师意见，是不是说，老师是觉得说，VT 是不是你可以说？只要 focus 在美国跟台湾就好了，好，那美国以外是可以不用考虑。谢谢。我说明一下哈，有一篇文章在 Financial Analyst Journal FAJ 就 CFA 的期刊，他那文章很有趣，他说只要你做到本地分散，你已经等于做到全球分散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各位理不理解它的内涵，因为现在是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常常有人跟我说买0050台积电占了一半，根本没有分散。我跟你讲是错的。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觉得台积电是台湾公司还是国外公司？国外公司啦，因为它70%是外资啦，对吧？而且呢，我问你，台湾的景气影响台积电比较大还是全球的？全球的。所以其实你不要误认为说台积电是台湾的公司，不是。你买台积电其实已经做到某种程度全球分散。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台湾50是不是只有50档？好，那有人说不够分散，我要尽量到100档、150档。我说 OK， 那也可以买台湾中型0051。但是很不幸，台湾中型0051的流动性很差，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标的。那为什么0050就好？因为0050跟台湾加权指数的关系，我自己算了，从成立到现在是95%。我跟你讲啊，你买 ETF 是为了投资要怎么样？越简单越好。我是一个懒惰的人。网络上现在因为大家很多人知道投资达人，因为知道 ETF 很红，所以他们开始叫你去读 ETF 的公开报表，怎么去看它的操作策略、它的配息，然后它的这个手续费，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分散在 ETF。我看了我都觉得头好大啊，对，我不就是要简单吗？那为什么要搞自己那么复杂？所以我里面有讲，台湾挂牌的台湾的 ETF 在美国挂牌，跟 SPY 还有 VT 就是最分散的全世界的 ETF 啊，它相关性已经到达75%左右了。那从学理上面呢，一个投资组合你随便选，学术研究已经发现，随便挑设备标，大概50到100档之后，你的风险就会下降，大概剩90%，又会下降95%，只有5%是不可分散风险。所以投资越简单越好。我的投资组合其实就是很简单，0050、00608，我们帮富邦推一下，还有那个 VTI、VOO、SPY， 就这样子，没有了。然后我里面有提到债券，
这个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我有放债券，里面有提到说年纪越大，是不是债券比例要越高？其实我现在50几，我跟各位讲，我的股票部位还有90%，因为我是一个冒险泛滥的人，不是啊？因为我们有念书，各位里面仔细看我里面的一个东西，股票的长期平均报酬高于理论太多，理论大概是0.35%，这个是 Merriam Prescott。1970年代就讲这个叫权益溢酬之谜，股票的报酬率高于理论很多，那你为什么不买股票？重点是买股票不能够杠杆过度，不能够股市跌的时候会强迫你把资产出清。那我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过度杠杆，我也不会因为股市跌了一半我必须要出清，所以我当然长期持有股票啊，因为它的报酬率是远远超过什么？超过预期，超过理论的。好，当然你没有跟我一样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债券部位慢慢提高是可以的。所以我讲的有点多，但是简单回复就是说，武林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好不好？就是买买买，不要卖，美国买一点，台湾买一点，全世界 ETF 各个国家指数买一点啊就好了，就躺着废就好了。好，那有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写蛮好，他说一年投资5分钟，他的意思跟我一样，就是一年5分钟你拿来做你的资产配置，重新检视，然后就躺回去了。好，一样的意思。好，好，谢谢。我们还有读者想提问吗？好，前方的读者。老师好，我是中央财经您的学生，我叫英姐。那个延续想请教老师刚讲的那个权益的之谜的部分啊，就是老师您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那个股市的长期是走一个多头一个情况，让所有读者或是所有的那个教友们的报这个 ETF 更有信心，可以麻烦老师跟分析一下，谢谢。好，我记得很清楚哦，30年前石油危机，哦没有，更久了，现在2024，40-50年前，大概我出生的时候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以大家都在研发更轻巧的引擎，能够省油。那时候我们最常听到一个讲法，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常听到一个讲法，就是石油只能再用50年。结果我50几岁了，石油还很多，而且现在讲法还可以再用50年。那我请问你，我讲这个东西背后意涵是什么？你们都低估了人类与时俱进、科技进步的能力。只要人类还存在，股市就是一定会往上，除非人类灭亡。人类灭亡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投资股市要干嘛？没有意义，对不对？那回到刚刚讲，为什么股市的报酬率很好，超过理论预期？很简单，因为股市的特质就是会受到投资者情绪影响，所以前几天1800点跌下来之后又全部回来，请问是根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股市崩了8点多，所以它的特质就是短期波动会很大。那各位知道，从展望理论来讲哦，上过我课的学长姐，我问人好了，好不好？来抽问，来，把头全部都低下去了。请问一下哈，同样金额的损失跟同样金额利得，一个是开心，一个是痛苦，差了几倍？2到2.5倍。所以其实大家想一下，股市的特质就是短期会有很大的波动，赚钱你会不会担心？不会，跌了1800点的痛苦是不是要再乘2到2.5？所以你就不愿意进场。我问你哦，这供需理论很简单，任何东西没有人愿意持有，需求下降，价格就会被低估。现在价格就会被低估，等到后来的消息确认它的价值比较高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反弹回去？所以为什么股市长期表现比较好？这在学术里面叫做 myopic loss aversion， 叫做短视尽力的损失趋避。因为大家都是趋避损失，而且你是短视尽力的，你是不是只看得到这两天？你看不到40-50年。我这边没有提供数据，反正书里面或各个教科书都有，网络也很多。你去把美国的股市从18世纪花到2024年，它的报酬率是非常惊人的，大概就是我讲的7-2法则。好，8年翻一倍，那如果是100多年，你看可以翻几倍，对不对？好，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开放最后一题。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书上有提到 VT 嘛，那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强调说英股挂牌的 VWRA， 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话，假如说会比较推荐哪一个，还是说两者都可以放置？
谢谢。VWS 不配息的 VT 版本嘛，对不对？好哦，这个要讲到配息了。如果你可以买 VWS 不配息的话，其实会比较好。但是我没有研究，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成本跟内含手续费是多少。你买任何 ETF， 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它会配息。那配息，尤其是高所得的人，在台湾，我跟你讲，台湾税制是很不公平的。证券交易所得免税，但是股利是要课税的。公不公平？当然不公平。但是你是不是要把不公平的现象转为对你有利的工具？有漏洞就要钻嘛，而且这是合法的漏洞，不非法不违法。有钱人都是尽量把收入转为资本利得，那为什么你要收股息？还是回到这个根本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不收股息是最好的。那 VT 会发股息，可是各位知道哈，台湾的 ETF 这样子好了，你要买美国的 ETF 有两种管道，一种是自己在网络开美国证券户，但是这边有个麻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呢，所有的股息是就员扣缴30%，这就很细的问题了，所以你会有税负上的不利因素。但是如果你用台湾副委托去买，同样的问题，它还是扣完再回来。重点你可以买台湾挂牌的，像好多公司，像元大，我知道它就有 S&P 500 ETF， 它自己去买500只股票，然后发美国买，然后发给你。各位知道那个 ETF 发股息的话，那个在台湾定义叫海外所得，海外所得是有670万的免税额，所以你在台湾买就好了，买台湾以美国股票为标的的 ETF， 它税率上面是有优惠的，那一年你要收到670万股利跟利息，我觉得不容易吧，对不对？好，如果有那再想办法。那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了哈，哎 ，OK， 好喽，好，那谢谢老师，那也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读者，那我们请老师先入座，稍后为我们进行签书。